所以，好，我们先来讲外观特效的部分。好，那外观的部分呢？啊，除了我们上次介绍的那个造型的切换之外，它这边有一些特效哈。那特效里面呢，它这有个小箭头哈，这两个都是属于特效这几个哈。啊，小箭头点下来之后，这边有好几个特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这些特效。好，那这有两个，一个叫特效改变。改变就是它会加这一个数字一直加上去，那加上去它会回不来哈。如果你每次都加25，第一次25，第二次就变成50，第三次就75，第四次100，第五次就125，它会一直加上去会回不来哈。那这一个呢，特效设定为多少，它就是直接把特效的数字指定为多少。那我们通常是0到100。哦，比如说我先把它拿出来哈，设定为多少拿出来，然后我设定一个叫做0，一个叫50，然后再复制一个叫100。好，那我先来选哈，比如说颜色特效，那零的话你点两下，你会发现它都没有变，对不对？因为它都变成零了。啊，零的意思就是没有变的意思。好，那50呢？好，我点两下。颜色变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100我再点两下，好，颜色又变了。我们家一直100。好，那同样的，我们试一下鱼眼。什么叫鱼眼？鱼眼很好。啊，鱼眼就是肚子变胖，有点像放大镜。啊，中间会变胖哈，比如说50点一下。100点一下。啊，有没有1000？有。有的会有哈，比如说1000。它就转不太夸张了，我把它改回来100哈，好，回来100，回来50，回来零哈，零就是没有特效哈。好，那旋转也是一样哦哈，我把它改旋转。旋转哈，好，所以50是这样，100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现在讲一下那个造型的变化哈。那这个跟动画有关系哈。如果说我们今天你的角色有两个以上的造型哈，比如说这样，有造型一、造型二，那我只要呢在我的外观上面哈，这里有一个下一个造型，我只要在这边做造型的切换。哦，重复切换下一个造型。然后给一点等待的时间，好，那他呢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切换，好，动作的切换，那动作的切换看起来就像那个动画一样，哦，只是我们呢，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两种造型，所以你看起来呢，它会有点像，哦，就是比较简单的动画就对了哈，简单的动画。
那如果说你要做一个比较细致的动画，啊，我们通常在一秒钟以内要做15个以上的画面，它才会比较细致。哦，老师举例来说，好，我先增加一个。好，这一个人，好，很常用它哈。好，那如果啊，我们的造型里面只有一个，就不会有动画，啊，就不会有动画效果。那所以我可以复制一个，然后去改这个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现在用最简单的方式哈，我把它手截断，哎，就转一个角度接回去。好，这样就两个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两个之后呢，我如果用那个动画切换，同步执行哈。然后外观下一个造型，然后等一点点时间。好，等一点点时间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样的动画就只有这样子啊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如果说，你会发现它好像跳霹雳舞哈，那动作是感觉上有点不连贯哈。好，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想做一个比较连贯的动画，那你一秒钟哈，一秒钟的画面最好是要达到15个以上的画面。那我们现在做少一点，不要做那么夸张哈，15个要做很久。那我先把它复制一下哈。复制。好，我们现在做5个画面就好了。然后呢，我每一个画面，那我应该，好，我一个一个做好了哈。要脚。等一下。把脚换一换。好，我一样是做手了哈，一样做手，我们要感觉那个差异哈。好，一样把它手剪下来。然后每次，我现在只有移动一点点哦。好，接着移动一点点哈，然后第二个我再复制。哦，我知道。然后我再移动一点点。这样子慢慢的这样动。每次都一点点就好，好，每次都一点点。那我现在只做5张图哈，刚刚是只有2张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刚刚只有2张，我现在做5张好了哈。老师，你做15张啊？哦，没有那么多美国时间，我们在做示范而已哈。